是一代天后刘晓庆，便是普通人首次直面质疑与评价。我要看的话会比她好看，我为什么要学她呢？我觉得她这就是整容了，70多岁的老头都能喜欢10几岁的小姑娘。谈及人生低谷，她将如何面对？我最佩服她的就是抓起来关起了，回来以后东山再起。低谷时期的神秘好友首次曝光，她是否会被认出？逆龄天后刘晓庆嫁人原来是你，10月21日晚为您呈现。